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试图在 YouTube 上，展示一些自己以前下过的棋谱。我是一名70后的业余棋手，基本上是聂卫平、擂台赛那波的棋迷。那么这些年呢，尤其从2000年之后呢，有了网络之后呢，看了很多的当今顶尖棋手的棋谱。说看了棋手多了之后呢，感觉自己的棋呢也长了一些。尤其是2016年之后呢，有了 AI 之后。那么呢，自己的下围棋思路呢，也这个受到了 AI 的影响，感觉影响也挺深的。那么也更进一步打开了一些思路。我这里呢展示一些我在新浪上下的一些围棋的一个棋谱，挑选一些比较精彩的棋谱。一个呢是给自己留个纪念，另外呢也给一些呢，展示给大家，供一些不愿意动脑下棋的棋友呢开心解闷。那么现在开始，就说一说这个近期下的一盘棋，对手呢是一位名叫2016的选手，估计是1961年生的棋友，本人呢人在北美，那么对手呢按照下棋的时间段来看呢，应该也在北美，那么下面看看棋局的进程，我呢是执黑先行。对手呢一看呢，还是酷爱失地的。那个时代的业余棋手呢，很多都是这个酷爱失地的选手，尤其是呢对这个败势呢不好把握的时候，经常呢下出这个比较贪失地的棋。这里呢尤其如此，你看从对手走出的这步棋就能明显的看出来。那么我搬完之后，对手站，我呢继续呢扩大外势。这个时候呢，对手走了一步这个棋，这个棋稍微还是比较眷恋失地，那么我只能往上压上去了。哎，对手这么补棋的话呢，给我一个机会继续呢把这个地方补牢。那么下面呢，如果对手不补的话呢，这块还有一步棋。把这个角吃掉，这个可能是酷爱失地的选手呢没法忍受的，所以说还是要把这地方占牢。那么呢，我就继续压上去，这个呢比较符合我的棋风特点，因为我的棋呢是偏于进攻型的棋风，所以呢更喜欢外势。当然了，棋局也比较精彩，希望呢，大家能够喜欢，继续打，断。这里呢，白棋稍微有点麻烦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上了。那么黑棋呢，把外势牢牢吃住。黑棋的外势呢非常雄厚，这是我所喜欢的棋局。但是呢，落了一个后手。下面呢，看白棋怎么进角，也算是一般的分寸，有棋手的分寸。那么我呢，继续贯彻围外势的意图。对手一扳，马上断掉。打一手呢是想占便宜一下，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对手可以选择呢转身，但是呢，一般酷爱失地的选手不会这样，这也是我敢之所以冒这个险的原因。哎，继续护住自己的大空。那么这个黑棋的空呢就稍微有点大了，这个时候呢，白棋肯定会想办法，要把这空掏掉了。怎么掏呢？也是个技术活，但是呢，绝大部分的中国棋手。都善于，先要失地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捞住了角弓，善于掏对方的棋手。那么这关键呢，就看呢，作为有外势的一方的棋手呢，就看能不能给对方打入的棋手以足够多的惩罚。这个棋形呢，我建议的相对比较多，所以说呢，继续从外围把黑棋把白棋包住。那么白棋呢，补了之后，这手棋。黑棋想了想，还是应该补上，不让白棋外逃。那么黑棋点了之后呢，突然间就在中间走了一手。也许呢，他算到了这个角是活棋，或者是他觉得活了的话，被白棋在这地方走一手也不好。突然间脱先了，这步棋呢比较令人费解。也许呢，他是有深远的想法，也许呢，他就是一步误算。总之呢，黑棋搬完之后一点。
那么局部呢，白棋呢基本上是一个四七。白棋一看是不能走了，局部是个四七之后呢，那么继续操控。这步呢迈得比较深，对自己呢很有信心。这个时候呢，作为我来讲呢，火气也有点来了，那么觉得自己的周围比较厚，想呢直接把白棋分段掉。那么，直接呢把这个进来的白棋呢给分段给杀死。那么这一步棋呢走的还是有点狠。实际上呢，现在的形势呢，黑棋呢相当不错。那么黑棋呢，其实简略的走的话，也可以呢。也是不错的。那么最关键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点护上。那么黑棋呢相当不错，白棋呢外围呢还需要跑，黑棋走别的地方，完全呢可以呢这个优势呢继续保持住。黑棋呢这个形势呢，棋也比较厚，地也比较多，白棋呢还多少还有这个两块骨棋要处理，所以说呢白棋往外逃的话，形势并不变得好，黑棋只要把这点护住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形势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总之呢，还是黑棋大优的局面。这就是说呢，你要对白棋的打入之子要给入足够多的惩罚。这样的话，你而且呢，只要掌握外势的棋呢，会经常掌握主动。那么呢，我有点着急了，把这个地形分段。那么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适时的做个劫。我补上之后呢。白棋继续打，往中间跳，他呢实际上呢还是瞄着呢白棋这个可能分段，有可能的分段，黑棋这边的断点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。实际上呢，危机呢也在悄悄的来临。黑棋继续走，试图呢不给白棋做眼位的机会。白棋挺，黑棋立。继续的缩小呢黑棋的白棋的眼位，那么这步拖是好棋，基本上呢找到了黑棋的弱点，黑棋只能退。那么这块呢是补住这个的断点，那么还想继续对黑棋呢进行缠绕攻击，可惜呢黑棋呢这时候呢还是走了一步好棋，就是这步棋走完之后呢，黑棋的这段棋和这块棋其实已经没法联络了，因为。如果你要是走这边的话，白棋呢可以连上，因为黑棋呢这边断不掉的，黑棋呢还它的连，这块呢还有两个断点，被白棋一冲断之后，还是有危险的，所以。想来想去呢，那么黑棋就想，那我就故意变，我把外面走后，不给白棋呢，外面连接的机会。这样呢，就靠着中间这块棋和截断白棋剩的一块棋来拼气。黑棋退，白棋呢把黑棋把白棋也分段。那么白棋呢也把黑棋分段。这步棋呢。当时如果黑棋要直接走的话，可能呢就要打劫了。打劫的结果呢，很可能就是白棋这边棋活掉，黑棋可能要后手把这个棋吃住。那么白棋呢可能会有一个先手在这里，这样的话呢结局呢也是黑棋优势的局面，但是呢优势呢多少还是缩小了。最关键的是呢。白棋基本上没有弱棋了，不仅呢右下一带呢死灰复燃，而且白棋也没有弱棋了。那么考虑来考虑去，我想呢这个是一个网络上的慢棋，可以下10分钟的，不是超快棋，可以有时间呢进行一下思考。那么我想呢还是要拼刺刀，就看谁这个刺刀硬。走到这一步呢，其实黑棋呢多少还是有点风险的。打完之后。
那么白棋呢，这里呢，这个其实是可以紧一气的，但是白棋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可能是放松了。黑棋，白棋这里其实是可以跑出来一气的，一口气的。白棋可以是四气，那么黑棋也是四气，就是看谁先动手。但是呢，这里呢，黑棋呢走了一步缓招，走了一步这步棋。那么为什么走这步棋呢？他主要是看到，如果黑棋走到这儿之后，这个地方由于不入气，白棋只能这么拼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白棋稍微多一些。他是没有看到呢，其实呢，他在这块白棋可以跑出来一棋。所以说白棋，走到这里呢，基本上也把时间耗尽了。那么他走了这一手棋，那么黑棋抓紧机会，赶快把这个棋走掉。这样的话呢，黑棋不入气，白棋不入气的话呢，必须补一招。黑棋赶快这个补掉，这样的话黑棋呢可以说快一棋，中间这个白棋吃掉了。白棋呢就地做活，那么黑棋腾出线索来呢，先攻击上面的白棋，白棋的运气好，这步棋呢是黑棋有意为之的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希望白棋呢这个把下面逃掉，黑棋把这个地方走后，借势呢攻击这边的围棋。那么业余棋手呢经常会对实力有贪婪，所以说呢走这步棋的信很有信心呢，就是认为对手一定会往下面走，我才有机会把这个走后吃掉中间的白，否则的话。硬吃中间的白棋，你是吃不住的。挡，那么对方开始掏角了，好，把中间的金筝补掉，果然掏掉了，这正是如我所愿。好，点上，对方渡过，把这个补好，对方补棋，继续把这个子跑出来。那么走到这儿。基本上我需要达成的战略目标都实现了，白棋只能跑，黑棋打完之后跳，那么黑棋这么走呢，多少也有点风险，什么风险呢？就是黑棋呢上面也没有做活，白棋呢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呢他走这步多少还有点操之过急，我认为呢白棋把最后的一个机会给错失了，走完之后被黑棋一跳，黑棋气长出来了，白棋呢。完全被封在里面了，所以说白棋这个棋还是很执着的，他对自己的力量也是很有信心的，他也认为自己呢在中间都能做活，上面呢也能活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展示出你的力量来了，对白棋要给足够的封了，那么白棋呢继续走这儿扩大眼位，黑棋完全封锁，白棋也有信心给自己做活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。我经常使用的杀棋的手段就来了。其实呢，这里呢，白棋还是一个后手眼，从断，因为漏了一口气，黑棋呢不能接，所以说呢，只能白棋呢只能接在里，黑棋呢挡在外面，这样黑棋完全联络了，白棋这块形成了一个后手眼，白棋黑棋呢把右边的白棋的这个后手眼给补死。这个时候呢，白棋试图尝试一下能不能蹦出一个眼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要注意，这个黑棋还是紧气的，一定要拔掉。那么不给白棋做过的机会，这样的话呢，白棋就基本上完全死掉了。黑棋还算不出来，但这个时候呢，可以看出来，黑棋的优势还是相当大，白棋打住的子全死掉了。就是说，你有力量，就要对白棋敢于进攻你的棋，要给予有力的痛击，这就是走外势的棋手、进攻的棋手，所需要掌握的必备技能。白棋呢，继续找黑棋的弱点，黑棋把角点上，吃了一边，把这块也护住，把断点护住。以下呢，都是一些。收官的棋也没有什么大官司好受，因为这个棋基本上该吃的也都吃掉了。
最后呢，这盘棋是黑棋90多步棋大胜，可以这么说，是利用外势充分杀棋的一个典型的棋谱。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次见。